新北市积穗国中管乐团号召校友演出，人数超过预期，组成校友一二团，为的是回忆那一段国中年少，更是为了乐团总监魏德言，团员们习惯称呼他为魏老大。国中三年时间，有魏老师和团员的陪伴玩音乐，让这段日子难以忘怀。尤其魏老师带领，强调学生纪律和品德的养成，让课业繁重的国中生在音乐的陪伴下更能够开心学习。其中已经有毕业校友重返学校担任英文老师。老师的身份，学姐的身份，对。然后管乐团带给我的东西呢，其实一直都是，我觉得是一辈子带着走的软实力，就是怎么与人沟通，然后以及怎么去学会负责。那更重要的是管乐团的灵魂人物魏老师。那从魏老师的身上，我看到一个身为教育工作者的典范，他兢兢业业的面对自己的教学，尊重自己在台上的每一分每一秒。同时，他也无条件地为学生敞开他的双手。魏德言老师94年接下乐团总监职务，因基中附近学校没有管乐团，国中阶段入团的学生几乎没有音乐基础，因着魏老师的陪伴和教导，以一个乐团一个声音的精神口号带领，让乐团拿下无数次的世赛和全国赛的特优精彩表现。而魏老在带团15年后也将计划退休，音乐会上带领校友团演出，有无尽的感谢和不舍。我感谢你们，孩子很特别啊，谢谢家长把这么优秀的孩子送到积穗国中来。各位孩子，老大爷们。校长张国正及夫人还有家长和团员们组成合唱团，魏老师指挥管乐校友团演奏，师母李琴花指挥合唱团亲子同唱《泪光闪闪》和《花心》，百人的大合唱更让音乐会充满了不舍的离情。如果没有你们的话，我不晓得我的生活会是怎么样。而依据乐团传统，针对九年级学生安排特别的封管仪式，感谢在团三年学长姐的精彩表现。但今年更像是乐团总监魏德言的封管仪式，不管是团员还是校友们都有着满满的不舍。音乐会后，团员们最熟悉的五楼练团教室挤满历届团员和魏老师拍照留念，除了舍不得，更要谢谢他让国中阶段如此的精彩难忘。记者林丽如新北报道。